救你，我必须得这么做。哎呦，我的脚好痛，崴到了，请问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一下我？姑娘，我是叶林霞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哎呦，这位好心人，我的脚崴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呀？当然可以，走吧。谢谢。这好事做多了，怎么觉着做坏事这么难呢？我要上哪儿去找叶林霞啊？我的脚好痛啊！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帮我呀？怎么又逼着我做好事啊？救命啊！姑娘，我是叶林霞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哎，这位好心人，我的脚崴到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呢？当然可以。走吧。你干嘛啊？哎，等等，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不眼熟，不眼熟，没见过。给我站住！我现在倒是知道你是谁了，这不是嫁到将军府家的郡主吗？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。放开他！叶林霞，救我！叶林霞。好久不见啊！你要冒充我，也不要把大娘的裹脚布穿身上，别以为戴个面具就是叶灵霞了。就是，你懂个屁啊！老子叫品味，不管那些有的没的，老子倒要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那个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刚刚是情况紧急，迫于无奈。谁多想？你才多想呢。哎，你听。
听我说，你别跟着我。